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肥仔幽灵。这一期给大家带来顺神四风院夜翼的技能和必杀技的演示。夜翼也是这个单体击杀非常强的，但是它的这个普通攻击的范围啊也不是很小，比较大，攻击速度也是非常快的。看一下三角剑的攻击，按键。所有攻击都是速度非常快的，顺神夜翼啊，名不虚传。咱们看一下跳到空中的这个三角剑啊，接着我们看一下圈剑的攻击，有一个散打的技能，无双连舞，打 boss 非常爽。这个技能空中的这个圈剑顺裂击，一瞬间就带你灭掉了，轻的就差不多了。好，现在燃烧值已经满了，直接上大招。走你，顺轰雷击，咱们这期的节目也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遊びすぎたようじゃのう。